兄弟的姐姐好像喜欢我，但兄弟不知道这事。昨晚上他姐喝多，非要住我家。今早兄弟回来，以为我和他姐。你看，你小点声，你姐这没睡醒呢。咋的？你才回来呢？你昨天他搁你那待一宿，你为啥不给我打饭？我瞅他，我怕。你为啥不给他送回家？我哐哐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接，你说你要回来，你忘了。你掏电话看看，未接电话。我喝多了，你给我全了。那咋还没睡醒呢？那我哪知道啊？这叫大呗。那你昨天一宿你搁哪睡的？我搁屋睡的嘛。我不是那个我家的次卧。我姐搁你的主卧。对，我在次卧。主卧走了，你俩啪一分屋睡了。对，谁信呢？你不信我？你要做个人，你跟我说实话。这样我不信的。这样兄弟，你听我说啊，咱先把你姐叫醒，咱仨对一下，不全都明白了吗？哎呀，那要真有啥事儿，那你俩一对，也是一对，我不，因为我傻瓜蛋儿，我糊涂啊。你那么的，他不，你去跟他说，我就搁这听着，啊，我听听你俩怎么事儿。行，啊，你问心无愧你就去。你觉得我啥都能听着啊？行，白天阳，你等着吧。姐啊，姐，醒醒！你看，昨天晚上，哎，我不，干嘛去了？我不来，怎么才回来？我一直也没在这屋吧，姐。昨天打呼噜那么大声，什么打呼噜？我搁次卧睡的。你是在我耳边。我哪来你耳边了，姐？你不喝多了吗？然后我就回我次卧睡觉了，隔音再怎么差，你怎么能听见我？你喝多了你也不记得了，反正我记得什么？你昨天跟我说了那么多，你都忘了？我说什么事儿了？我，兄弟，你冷静一点。哎，你昨天死哪去了？你别跟我说那没有用的，我刚才听怎么的，耳打呼噜给你整的，整的震耳欲聋呢。把鞋放干嘛呀？你别害怕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他欺负你了，我马上干他。我没有，他昨天跟我聊了好多，我都可感动了，我感觉他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。姐就他说那个好男人吧，他不是就是你我那个。你怎么让他感动的？你展开讲讲。他就讲你俩的事儿了。我俩。对啊，他说你小时候总欺负他。他什么事儿都帮你扛，你老在你多在乎人家感受，对人家好点儿啊，是多好个男人啊！昨天晚上我回忆咱俩那个上，你别骗我，你有事儿你告诉我，他但凡我直接扔了吧，干嘛呀？真那么回事啊？对呀、啊，兄弟你真你还想要什么事儿？你看你挺多心的，来兄弟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那个，昨天你不是来咱家吗？说。拿我当幌子，管你姐要5000块钱，说假装欠我钱。嗯，对，我给你转回去。你看你电话，你给我转了。对，你转回去。微信支付宝。那个分给转的，怕你查岗。误会你了，兄弟。真是这么回事啊？对啊。应该你们都不爱撒谎，平时。回家吧。那、你给我整的挺尴尬，我刚才。哎，这样我听他说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。你以后不行出来，我再不带你出来喝酒了。你这得亏是我好哥们，你换个人他是也不知道，也就我吧。姐，你不懂男人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那挺吓人，那心里有的时候。哼，你听老你懂，你别30多了，你老要我管你。哎，这床你自己铺吧。我自己整去。哎，还有那啥啊？这一家人，纯一家人，咱也不说两家话了。姐，他那啥，他前一阵工作刚辞了。嗯。哎，天儿，你让我姐。我自己有想法。不，哎呦，你听我姐的，你绝对没有问题。我给你搞一个4-5个 W 的工作。4-5个 W 太多了，不多，还行。你得让他循序渐进，你这样他穷人大户了不？还行。怎么了？那个，哎。哎。别有隔阂的。没有，那个鞋兄弟，啊。别有隔阂的。哎。拜拜。哎，天然，你瞅你这事儿整。啊，工作事儿你等着吧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嗯，不。
四五个 W，哎，什么攻守？